这里是地处中国西南的云南德宏州盈江县，海拔2000多米的山林。三只宗敬犀鸟飞翔的画面被当地自然生态保护志愿者拍摄。这是宗敬犀鸟这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时隔30多年再次现身。随着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强，群众的环保意识也在加强，从以前的抓鸟人砍树人变成了护鸟人护林员。